来了。搿两天唐山打人的搿桩事体啊，辣持续发酵，越搞越大了。现在后续来了啊，首先现在是由湖北廊坊去调查搿桩事体。这个年底办案啊，通常就是打黑的标配，也就是讲搿桩事体进入了打黑的这个程序。葛末是不是就是告诉阿拉后头有的黑势力呢？第二，由于搿帮主犯全部被奥脱了，有交关人开始实名举报搿帮子人的欺凌百姓、敲诈勒索、喊低等事体。具体的呢，我就不讲了啊，大家网高头侪寻得着。葛末重点是啥呢？就是搿点案子、搿点举报的人啊，当初侪报过案，有交关呢是没得到妥善处理，或者轻描淡写就处理脱了。第三点，相关主犯哦，居然还是刑具在逃犯哦，搿就不是一般事体了。而且搿个人背负了七桩司法案件，其中就包含非法拘禁。搿非法拘禁实际上是个老重的罪啊，伊哪能会得逃到现在？作为常规来讲，一个逃犯应该是销声匿迹的，压了山里向，我觉着搿老正常。伊居然跑到大庭广众下头，胆子介大哦，吓人家。伊不吓呀？伊为啥会得不吓？伊啥心理、啥个状况，伊才敢搿能介做搿种恶事体呢？值得思考。还有，大家网高头侪看到了啊，就是号称伊拉搿桩事体最初辰光已经摆平脱了，60只 W， 伊搿只60个 W 是搞定啥人啊？上家还是下家？不晓得，我也勿好瞎讲。搿桩事体未经核实，我也就勿好乱讲。我呢上一期的这个视频啊，讲搿只案子啊。我呢讲得比较隐晦，搿基本上我讲的几条，侪拨我讲着了。首先就是导向问题，现在这个导向啊，绝对有问题啊！叫衲去思考，搿两个被打了女的有啥问题伐？伊拉是做啥行业的？半夜三更，或者讲凌晨，侬蹲辣外头消费有问题伐？搿种导向啊，绝对脑子有问题的。这个和伊被打，浑身勿搭界。搿就像我上一期视频讲到的，搿石骨头被打的道理一样的。而且伊确诊伊是坏人哦，侬现在敢打伊伐？侬打拨我试试看。何况伊是一个正常的老百姓，至于做啥个工作，为啥凌晨来吃饭，告侬搭界了？但是就有介许多人把这个舆论导过去了，这个绝对属于拿阿拉当白痴哦。侬要请公关公司，要请一个有水平的，侬这个生活绝对勿清爽。搿来考验阿拉大众智商了。阿拉现在交关人的逻辑思维啊是混乱的，要么就是讲搿点就是错脱，所以才会得容易被人家错误的导向拉过去。那仔细想想看，搭界伐？我今朝心情不好，困勿着了，我也没看辰光，我早浪向3点钟爬起来马路高头溜，搞啥人搭界？结果跑了马路高头被人家夯了，夯脱以后，人家来讲我了，侬大概脑子有毛病哦！侬早上3点钟出来，哎，我脑子是有毛病的。我是有毛病，搿么哪能呢？我就应该不当了。从逻辑出呢，我也不晓得哪能想的。还有一点，我上一集又帮我讲着的，我怀疑伊个后头是不是有后台？只不过我讲了比较隐晦啊，有还是没，阿拉就等来看。我就一直来讲，搿个单子啥人拨伊了？结合今朝曝光出来的事实，基本坐实了后头是有问题的。啥问题？我不晓得。第三个。就是旁边的人啊，侬帮忙不帮忙的问题。再讲我上一集讲的石骨头个例子衍生出来啊，由于现在的法制，使得大家不敢上去帮忙了。像搿种打相打的事体，侬上去帮忙就是动手，侬蹲辣里向劝，侬就是不喊了呀。我就讲我啊，照我种性格，我蹲辣旁边，我要上去，我肯定是我也要动手的。侬必须要动手，要侬没搿把力把，侬啥也勿要上去。既然上去了，我就要一枪头拿侬闷脱。我指的是闷坏人啊！侬拿伊闷脱了，伊困了下头，侬打了轻高重，我不晓得，搿又牵涉到法律问题了。侬是正当防卫伐，还是见义勇为？侬讲正当防卫，我肯定勿合适的。伊又没打我，我是自家冲上去，勿适用。搿么哪能呢？就见义勇为了。见义勇为搿一条款，侬要想起真实老复杂的。侬来出手的辰光，侬哪能够晓得搿女的现在是活辣海伐？伤到哪能程度啊？侬只不过是看不下去了，侬就冲上去，勾得着见义勇为吧？难啊！搿旁边的人能够帮忙的、我认为唯一好做的事体就是打110，搿是我认为啊，还有可能我素质辣眼睛里属于老差的。我来上一期视频当中，我才是
提出问题，由搿桩当人事件所引发的交关后续事体以及法律问题。所以我今朝呢再做一些，就是想说明，勿怪侬搿个事体，侬舆论哪能导向，七八个人去围攻一个女人，就单从搿个角度来讲，不可容忍。按照有种人的逻辑，搿侬家主妇做了啥个侬勿爽的事体了，还出来先要侬喊伊呀，打呀，人家来讲嘞，侬家暴，家暴啥物事啊？伊先出来呀，搿啥逻辑了？搿种逻辑来思考问题哦，我服帖哦，大家动动脑筋，远离不良导向。搿集就到搿搭，再会。